梦，是死梦。这个位置容不下怯懦之人，更容不下无能之人。不用理由就会相信，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，阁下难道没有吗？我还真没有。相濡以沫只是家事，相忘于江湖才是心事。趁过去也一样有过无法割舍之人，但趁已经决断过了，现在轮到君父了。没有力量也想保护的人，我也有了。